我已经完成啦。王府井公主大厦官方特许旗舰店依然是台词的常备。虽然北京的雪非常大，但是依然不能阻挡北京市民购买冰墩墩的热情。啊！打个招呼，别讨厌啊！我们一大早就过来了。有很多小朋友在这里玩一雪，都很可爱。大哥举高一点。看看我们兴奋的梁记者和林记者，几十年第一次看到北京下雪，故宫下雪，真的是来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，没有来那么多年第一次看到。我要发给我妈妈，就是这样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张家口市的市民广场，从今天凌晨开始呢，张家口市就浮江了一场大雪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是北京2022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，然后这边是冬残奥会的吉祥物雪融融，然后在大雪的映照下，然后感觉吉祥物也变得更可爱了，尤其是冰墩墩跟雪融融头上都顶了一层积雪，然后就更有一届冬奥会吉祥物的感觉了。今天我来到了冬奥会的赛场云顶雪上公园，下雪喽。哪就是走雪地用的。呀，这里抓到一只很可爱的冰墩墩，雪融融的雏形。你能看到吗？现在还看不出来。